那时，在耶路撒冷举行重建节，正是冬天。耶稣徘徊于圣殿内撒罗满油廊下，犹太人围起他来，向他说：“你使我们的心神悬疑不定，要到几时呢？你如果是墨西亚，就坦白告诉我们吧。”耶稣答复说：“我已告诉了你们，你们却不相信。我以我父的名所做的工作为我作证，但你们还是不信，因为你们不是属于我的羊。我的羊听我的声音，我也认识他们，他们也跟随我，我赐予他们永生，他们永远不会丧亡，谁也不能从我手中把他们夺去。我那赐给我羊群的父超越一切，为此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将他们夺去。我与父原是一体。